Hello，我是白龙学。今天到了白龙学煮早餐时间。今天早上煮什么？喊你们再来吃一口。亲爱的，早餐就吃这个鱼冷肠。嘿嘿，很难开，用这个。打开，伊这是一个那个呢，真空包装物件。我们就把它配冰一下，撕开，倒出来。哦，包那真济呢，200几块。分两批吃啊，不要两批啊，一次把它吃完好了啦。我们先切一下，方便微波。哦，这个牛筋哦非常之碎，切片一片，瞬间磨成呢，来切起来时嘛是真碎啦，因为那个切会散开，所以那个刀具它能切得很薄，很厉害。哦，瞬间煮完成了，进去微波炉，这个要两次，好。哇，非常香，起雾啦！基本上哦，先吃一半就好了啦，要不然早餐一份200多，冻袂掉，先吃一半就好。好，来，我先叫恁同学看一下这我之前两摆买过，很好吃啊，这个牛筋。哦，这还等吃这个对吧？但是我不可能敢吃这个。好，今天的早餐，安雪就是自己煮这个牛腱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